战火很快烧到了沈阳城外，马龙带领的先头部队奋勇当先，冲杀在前，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。看到大势已去，军无斗志的守军节节败退，纷纷缴械投降。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背了个舌头，现在全搞清楚了。阻击咱们的是国民党的青年师。老马，咱们现在突的太猛了，哎，已经孤军深入了，这样太危险了。要不咱们等主力部队来了以后再动手啊？这大风大浪咱们都经过了，还怕在阴沟里翻船吗？廖耀湘多难打，不都被咱们打下来了吗？想要去市中心，这就是必经之路，就必须从这个地方冲过去。等到后续部队来了之后，咱们里应外合，解放沈阳。不可能啊，应该。对面毕竟都是坦克。咱们有什么呀？就是些轻武器，连弹药都不够。你脑子用来干嘛的？弹药不够，管他们要啊！刘东，组织狙击手，让他们占据有利位置，马上通知报部队，让他们用机速手榴弹炸他们的坦克。是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人给我看住了，他要赶跑，现场毙了他。我只找到了几个过去跟我一起干胡子的兄弟，只要给钱，他们就肯帮我们。有多少人？十几个吧。除了他们，找不着其他人了吗？对不起，老大，我知道的人太少了。你已经很了不起了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么多人，我很幸运。接下来咱们怎么做？还去绑架那些家属吗？不，来不及了。你听情报说，共军已经打到郊外了。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重要设施全都给炸掉，让沈阳变成一片焦土。徐主任说，沈阳站负责破坏那些基础设施，可我现在什么动静都没有听到。你相信他们会那么做吗？哈，那帮混蛋平时争官抢钱的时候都冲在前头，一到干正事一个人都找不起。彪子，带上你找的人，我们现在就去沈阳站。拿到他们的破坏计划和物资，逼着他们干，能炸多少地方就炸多少地方。老大，你在家坐镇，这个事儿我自己去就可以。不，我要亲自去。共军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。啊，拿着。前两天已经坐飞机南下了。好了，让你们执行的破坏计划呢？这个还没有执行。为什么？里面那伙人是我们的后勤处处长，他知道我们战争跑了，他想要把你们的黄金拿出来，说是要分给大家伙跑路，可他根本就没跟我们说这件事情，他是要独吞这个。炸药在哪儿？统统给我找出来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东北督导师的。我奉徐汉元先生的命令，直接接管你们。徐汉元，徐汉元已经跑路了，我凭什么听你的指挥？凭什么？
凡不听号令者，一律格杀勿论。11月1日，因战事而陷入混乱的沈阳街头，莫莉漫无目的地独自彷徨走着，期盼能够找到林武阳。他已经用尽了所有办法，去了所有可能的地点，可是还是没能找到他。迷茫的莫莉彻底不知道该何去何从，没找到林武阳，他貌似赶来沈阳就没有了任何意义，他完全失去了方向。计划和物资都找到了，果然他们一点都没动，就连档案都没有销毁。来了，把这些全都运走。来人，把这些东西带走。亮子，你带人去工厂，我带人去电厂，一定赶在共军到来之前把那儿夷为平地。是。把这儿给我抓回来。一点线索不能留给共军。是，把那些带上。老大，沈阳的这所教堂是莫莉和林武阳曾经约会见面的地点，这是莫莉最后的希望，可是现在也已经变得空无一人。绝望的莫莉唯有向上帝祈祷，期望神明能给自己指引方向。地下党的同志，同志，终于把你们盼来了。我们得到情报，敌人制定了破坏计划，想要毁掉沈阳城的大部分基础设施。快跟我们走。没问题，只要有你们的帮助，我们一定能粉碎敌人的阴谋。我们带了好多向导，这些都是电厂的、水厂的，还有兵工厂的。刘东，是。一连去水厂，二连去电厂，你的人跟我去兵工厂。是。是。Thank you.
我们都是你的亲哥哥呀。是啊。你们别过来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走开。跑什么呀？往哪儿跑啊？啊，往哪儿跑啊？走开。老实点！还给我！是个基督教徒，还挺有气儿。走！滚蛋！我还给我！走！走！住！住！来救你的，你别害怕，你没事吧？啊，小莫同志，哎呀，不是你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看什么看？把头转过去，把头调过来，快！那什么，那个女同志，你不用转了，你过来帮个忙。别怕啊！小同志，要不然这样，你留下来照顾他啊。哎，我还得给你们带路呢，这带岔路可多了。排长，跟我一起走。
快过来！这是马龙与林武阳两个人的第一次交锋，狡猾的林武阳利用自己对地形的熟悉侥幸逃脱，但是两个人心中都清楚，这场较量仅仅是开始，远没有结束。周老员，田老员，俘虏呢？死了。死之前有没有留什么口供啊？他非说他自己是土匪，还说自己原来是被东北督导室临时招募的。
你说他们现在脑子是不是都被烧坏了？你说逃跑的那个家伙是东北督导师的，那我们得去抄那儿啊。可在哪儿啊？啊，我知道，我来带路吧。好，这样吧，反正现在是打乱仗，咱们集合队伍，跟我走，快！快跟我们走啊！我不去，跟部队是最安全的，快跑！这就是沈阳站。对，没错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马龙啊，看情况之前是发生了一场激烈的火拼呢。这是全东北特务的大本营，一定能找到那些特务的线索。虎子，让一班加强警戒，全面搜索。是，你们跟我走。把他给我带走。是。会不会去了沈阳站？我听营长一直在念叨，等打下沈阳，第一步就是拿下督导师和沈阳站。啊，对对对。小同志，保密局沈阳站你认不认识？认识。快带我们去。老大。别提了，他们组织了工人护卫队，手里全有枪，我们刚一进去就被捂住了，就跑出来这几个，其他人全死了。就剩这几个了，这个杂种远亲，要不是他一再延误战机，我们何至于此？老大，那边怎么样了？得逞了吗？我碰到共产党正规军了，就他妈差一步。老爸，走吧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你不走，我不能这么灰溜溜的走。就咱们几个人能干成什么事儿？走吧，跟我走吧，老大。老大，去监狱？去监狱干嘛？趁共产党进城全面接管之前，我要把犯人通通全都放出来。那里都是地痞流氓，帮他们有什么用？能干嘛？我就是要把这些地痞流氓全都放出来。我让这些地痞流氓充斥整个沈阳城的大街小巷，我让共军集合乱团走。走，走。来，把尸体全部集中在那边。来，跟我们快点。这是辽东独立师的赵政委。谁？辽东独立师的赵大军。赵政委。赵大军啊！赵政委。哎，刘东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姐夫。他姐夫谁啊？我谭小燕啊。小燕儿，嘿，几年不见都长这么高了，姐夫都认不出来了。我姐呢？他没跟你一起来打沈阳啊？来了来了，我们先头部队，你姐在后面呢。哎，小莫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看见他们都上来了吗？哎，你们认识啊？认识啊，她是你姐先头部队的。你跟我姐在一块儿啊？她现在在哪儿呢？在。对呀，小莫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谭姐呢？哎，这，政委，您看见我们营长了吗？小子，鼻子够尖的，他在里面呢。那小子真的受点小伤。他真的在这儿？没事，走，我带你们去看看。走。
快过来！确定吗？一定是他们把这炸了，然后再带人去破坏军工厂。我怎么早就没想到呢？还就让他这么给跑了？不是，老板，你冷静点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信息量太大了，我都被你说晕了。不是，营长，你是说从军工厂那儿逃出来的和锦州的是同一拨人？对。马龙，你确定是他们？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这绝对是事实。我看过了，这所有的炸弹排线的方法和手法，和咱们在锦州地下室看到的一模一样，都是预埋炸弹，然后再用定时炸弹做双保险，最后一刻才引爆的炸弹，我怎么能让它就在我的眼鼻子底下溜走了？原来那个混蛋没死，一路从锦州跟我们跟到沈阳，一定是这样，他肯定在这儿。茉莉，来，你看见没有？当初你们在锦州的时候，绝对不是自然炮火造成的意外，是他有预谋的，根本就是他想诚心把你们炸死在地下室。不，你为什么会说不？你凭什么说不？铁一般的证据，使得茉莉心中有了强烈的不祥预感。她再也坚持不住，倒了下去。茉莉，营长，前日同报，营长，有人在哄抢军需品仓库，让咱们立即赶过去。有什么？把他给我看好了，回来我要审问他。走，走，走，是。我想不明白啊，你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提审茉莉啊？哎，你忘了，人家在锦州还帮我们抓过那个特务呢。闭嘴！我现在脑子很乱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茉莉的昏迷虽然暂时掩盖住了她的慌张，但她的内心却是如此迷乱。惶恐，他害怕事情的真相真的是如此残酷，却又不知道该如何逃避，更无法面对曾经救过自己生命的马龙、苗青以及其他共产党。还有这事儿？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所有人放下武器，否则各杀勿论。别动！控制住，别让他动！什么？哎，睁眼了！哎哎哎，别害怕！哎！小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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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清楚，清楚，我是赵正林。小莫，你跟我说，你怎么会跑这儿来呢？我也不知道谭大姐为什么要把我扔到荒郊野外。什么？他问你扔到？你别害怕啊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之前就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这是我们打锦州的时候从废墟里救的一个女学生，后来参加了你姐的之前队伍，上了前线啊。那他怎么说我姐把他给扔在荒郊野地里了？这我哪知道？你姐也不能干这事儿啊！你听清了吗？他说怎么到这儿的？我没有，我听得更糊涂。算了，要不先送医院吧。小莫，送你去医院。哎呀，小莫，你冷静。哎呀，不是，咱们现在给他送医院不合适呀、啊。刚刚那个马龙不是说了吗？让咱看好他，回来还要审问呢。审什么问？他不是受害者吗？要问也是询问。你看他这样太可怜了吧？哎，也奇了怪了，那马龙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，还对他那么凶？马龙就是个驴脾气，那是撒邪火，不用管他。不是，那个特务是谁呀、啊？哎呀，那更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楚了。现在的重点是他怎么办？哎呀，要不先送你那儿去，等他缓过来之后，你好好给问清楚怎么回事。啊，
也行啊，我正好一个人住，挺方便的。那好吧。哎，香妹。姑娘真的没事，我去我家。没事。全都查清楚了，这些人全是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不知道，不过据说是有人趁乱砸牢劫狱，把他们故意放了出来。走，把他们押回监狱。是。天黑之后，我们去二号据点，那儿还有大量的金条和武器，还有三个别动队。等汇合之后，我们再想办法。怎么样，兄弟们，愿意跟着我继续和共产党周旋吗？出去。啊？去哪儿啊？出去，我有话跟他说。你干什么呀？我说话你们没听清楚啊？你们俩出去，我有话单独跟他说，这是我的工作。好好，我们出去。注意工作方式，工作态度啊。快出去。好多事情我都不太记得了，记起来多少，说多少，每个细节都得说。丹娜姐，我们改天再说好吗？我现在有点不太舒服，现在改天再说吧。茉莉同志，你应该很清楚，今天我跟你的谈话不是聊家常，我是以之前对书记的身份在对你进行审查，因为你在路上脱离了队伍，所以你的经历我必须要问，而且要说详细。我不想说。不
为什么不想说？是说不清楚吗？没有啊。慌，你懂什么呀，茉莉？手为什么是凉的？是害怕吗？为什么在抖啊？长官，真的是绝育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也不知道，在你们来之前，我们在典狱长的带领下已经集体向贵党投诚了。我们为了保证这些政治犯的安全，在监狱周围加强警力，就是怕出事儿。可谁知道突然就冒出这么一伙人，杀进监狱，打死我们好多弟兄，典狱长也被打死了。他们把监狱打开，把所有的犯人全都给放了出去。这个为首的这个中校还发动了一通反动演讲。你说什么？什么中校？这人长什么样？我们被集体压在这个角落里边，他又满脸是血，怎么看得清楚啊？只是听说他是东北督导室的人，然后他们说沈阳沦陷只是暂时的，国军迟早会杀回来的，让我们不要跟共产党合作，说只要跟共产党合作就杀他全家。我的天哪，又是那个共产干部，一定是他。他们来了几个人？五六个吧。长官，长官，长官，什么叫五六个？你们就是这样投诚的吗？我们是真心投诚的。你们这么多人不会反抗吗？就这么五六个人把你们这个监狱给端了。长官，我们反抗了呀！我们打死他们两个人，马上就要反监狱成功。谁知道，突然间这南京四虎冒出来了，我们就没办法了呀，长官。长官，真的呀？南京四虎是什么人？就是。关在死牢里的四个弟兄，杀人放火，无恶不作。本来这个监狱的时候就把他们给放出来，突然就拿起枪跟这个中校合作，我们就没办法了。照你这么说，这几个人跟那个中校之前认识对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有可能他们劫狱就是为了这四个弟兄。把他们资料给我。中校呀，南城四虎。哎呦，长官。别激动，我去找，别激动，我去找，我去找。谭大姐，我是坏人吗？我不是坏人呐，我没有杀过人，我也没有放过火呀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审问我呀？你知道这些天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回过来，你干嘛要这样对我呀？干嘛要审问我呀？问得好，真没有想到。我只是想知道你离开我们之后去了哪儿，为什么你会来到沈阳？我只是想知道你这段经历是什么，你为什么不说呀？你就是核心，你就是方向。